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协会宗旨，促进加华女性团结互助，自强自立，更好地融入加拿大社会。围绕着这个宗旨，我们努力把协会打造成一个华人女性交流信息、互帮互爱的平台。我们是社区服务型组织，我们希望妇女协会的工作能给您和您的家人在加拿大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使我们华人移民能够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度。也请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 ccwaa2020.com， 还有我们的同名 YouTube 频道 ccwaa。好嘞，来，我们开始啊，从拉伸开始。来，我们吸气往上，手臂往上走，头抬起来，手臂落下，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最后一次往上走。好，落下，然后头前侧面后面侧面再往前，一二三四，一二三，反方向，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最后一圈，一二三。好，肩膀从前往上往后往下，来，前上后下，一二三，幅度做大，四，一二三四，揉起来，一二一二一二，好，从后往前，一二三四五六，慢点做，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好，来，把手臂打开，好，然后单侧的手臂打出去，往远处打开，然后往上走，往上走，倒在侧边，好，反过来，再来一次，五六七，出去，往远处拉长，然后往上，往侧面走，好，还原。另外一侧一样的，打开，往远处伸，然后往上，往侧面，还原，再来一次，五六七，走，出去，上，侧面，再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手臂打开。胯的两侧，把你的胯推出去，一二一，最远处推，二，身体尽量保持在中间，把你的胯推出去，一二一二，好，前后前后前后，一二三四，好，侧面前面侧面后面画一个圆，一二三，都到你的最大幅度，一二三四，一二三，反方向，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手臂打开，然后胸腰往下走，把你的背打直，胸腰往下走，头抬起来，往下，对，头抬起来，看镜头，对，五六七，然后转到侧边，一二三四，稍微停两秒钟，一二，转到中间，还是把你的胸腰压下去，与地面平行，对，头抬起来，转到另外一侧，五六七，好，
把手臂落到地板上，头低下去。好，慢慢起身，手臂打开，再来一次，往下，手臂扶到地板上，头低下去。好，慢慢起身，手臂打开，呼气。好，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好，不错啊。来，我们热身还是用我们之前的那个小舞蹈来热身，这样的话里面基本功也会掌握了，小舞蹈大家也不会忘掉。来，先捋一下动作，开始的时候是单侧的顶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是夹手臂，单侧一个，单侧一个，然后是重复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单侧，单侧，然后是往前走加收手，一二三四，然后揉肩，肩膀往下走，一二起来，三四往后收，打开，一二三四，也是重复两遍。之后是往前的，一二三，二二三，四个方向，看四个方向是开始往前，一二三，二二三，然后往你的右手边走，一二三，二二三，还是接着往你的右手边走，就是你的后边，一二三，二二三，接着往你的右手边走，一二三，二二三，整个就是你四个方向，前右后左都做到，一二三，二二三，然后再重复一遍，一二三，二二三，然后又回到了开始的动作，一二三四，哒哒，来，我们试一下啊。准备，准备，五六七，右边。往前，先把往后走，往前走，结束了，非常简单啊！来啊，大家自己试着跳一遍啊，我看一遍，试着跳，我会提醒大家。准备动作一样，把你的小腹收起来，胸腰提起来，肩膀打开，手臂打开。好，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单侧，单侧，重复跨，跨，
一、二、单侧，非常好，准备往前走，一、二，手打开，走，右边，后边，左边，好，重复，继续，前边，右边，后边，左边，重复，跨，二，三，四，五，六，七，八，单侧，单侧，五，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单侧顶胯，单侧顶胯，往前，一，二，三，四，一，二，起身，往后，二，三，四，肩膀，肩膀，起身，继续，一，二，三，往后，一，二，三，四，五，六，七，手臂向上落下，结束。非常好，大家跳的都太好了，之前大家都藏起来了，都不知道大家跳这么好。只有一个小问题啊，看也是大家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手臂往下做肩膀的时候啊，大家的手臂太紧张了，都架在这儿这样做，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动作所以你的手臂啊，看我之前讲基本功的时候，哦，对，基本功讲的时候有几个美女不在。动肩膀的时候，你的小手，尤其是小手臂，还有你的手腕和手掌都要放松。等于如果我是抓着你的手的话，你是完全不会给到我任何力量，而只是动你的肩。对，只是你的肩在动。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手臂放松，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手臂放松，整个你的手腕、手掌、小手臂完全是被你的肩膀带起来的，所以它完全是不受力，是被带动起来的，它不是主力的发力，而且也不会架在这儿影响你的，对，影响你的手臂，影响你的肩膀去发力，所以你要把它放松。放松之后，整个它可以稍微落下一点点，所以观众看的时候看的是你肩膀的动作，对，就不会影响你的手臂，不会影响你的肩膀的动作，所以手臂一定要放松，不要架起来，这样做就不好看了。对，把手臂放松，然后同时把你的肩膀，看之前我们拉伸的时候，从前往上、往后、往下落下去以后，你的肩胛骨是夹紧的。肩胛骨夹紧，肩膀向后落下去，这样你的脖子是拉长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依然是这样，肩胛骨夹紧了做，然后你的肩膀加上肩膀的动作。对，这样的话，你脖子是拉长的，肩膀是落下去的，而不是这样揪着做的。对，所以要注意的是，一个是手臂要放松，再一个是把你的肩膀落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我们再来一次啊！还有就是一开始都是先往右是吗？先往右，对，都是先往右，对，都是先往右。单手的时候，往右是左手在上面吗？左手在上。对，往右的是左手在上，然后对，往哪一侧顶胯，哪一侧的手抱起来。哦，手在下面。对，这样就不会挡到你的胯，就哪一侧的胯在动，哪一侧的手就别碍事儿，给它抱过去，对，抱到你的身，对，抱到你的腰上，然后你的眼神可以看胯的方向，对，大，大，对，对，非常好啊，对，我觉得大家的胯都很灵活，对，胯都很灵活，就是手臂还是要放松，对，动。揉臂不
对，就是手臂的时候，但是太僵硬，不自如。对，对，多练就好了。对，单手还可以，两个手一起的话就不会有了。一起就乱了。看啊，你看，小芳的动作，小芳的动作是肩胛骨夹紧了，肩膀落在后面了，但是你坐的没有前，你坐的就变成了都在往后坐，整个人是仰过去，对，往后了，所以你要有往前的动作。有往上的动作，等于说你这个肩的前和上和后的幅度要统一，要一致，对，不能只是往后的幅度大，前和上都没有了，所以一二三，前和上都要有，对，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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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控制住手臂，一二一二。一、一、对，对，好的，这边慢慢练。对，慢慢练。但是脚对了，发力点，那个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就对发力点找对了就好练了。来，我们再来一次啊，还是准备动作，小腹收起来，胸腰提起来，肩膀、肩胛骨夹紧，脖子伸长。准备，五、六，先往右，一、二。继续。往前，往后，往右走。往左，重复，一二三，二二三，准备，重复，跨上右右左左，继续，一二三四，三四，跨。非常好，三四，肩膀起，往后一二三四，继续一二三四，两七，往后一二三四，结束动作，手向上，落下，收，非常好啊。不错，这一遍好多了。对，我觉得大家的胯都非常好，肩膀不如胯好，胯都非常灵活。然后在这个胯很灵活的基础上，大家再把爆发力加上去，看，一、二、一、二，就是把你的胯做得再利索一点。对，不要是一、二、一、二，做得稍微利索一点，一、二、一、二。利索的那个感觉是怎样做出来的？就是把你的肌肉瞬间的夹紧。为什么说跳肚皮舞它是一个刺激小肌肉群？整个比如说我顶的是这边的胯，顶的是这边的胯，那我这边这半边的大腿和臀大肌都瞬间的收紧。一、二，对，找到那个感觉，你就会对你的胯也会非常收紧，非常那一瞬间就啪打出去。一、二。这边是一样，收，对，整个这半边的臀大肌和大腿的肌肉都收紧，对，瞬间的收紧，一、二，对，不要求幅度很大，看，你要是幅度很大，把你的整个胯都甩出去，那个，对，那个就做不出来那个
爆发力的那个感觉，不用，不需要很大。一、二，哎，对，对，好多了，对。来，我们先从这边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对，看大家胯现在找的感觉都不错。然后要注意的是你的手臂，你的手臂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一定不会有棱角，不能出现棱角。对，把你的手臂，对，很圆滑的打出去，对，很流畅的打出去，它是一个流线性的线条。你要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肩膀滑下去之后，它会在你的指尖滴下去，而不会有任何棱角。对，一定要注意不要有棱角。然后你的手臂不能张太开，看你的手臂一定要在你的胸前，在你的余光能看见的范围之内，而不会是这样子的。对，你的跳舞不会是这样，不要这样跳。收回来，依然是把你的小腹收起来，把你的胸腔提起来，手臂是在你的身体两侧打开。对，你的余光是能看见你的手臂的。对，对，这样就好看多了。对，然后做所有的动作，手臂都放松，做手臂放松，手臂放松。对，对，这样就好看多了。来，我们再试一下，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啊！对，非常好，大家胯做的都非常好了。来，我们最后一起跳一遍这个舞，然后我们就往下讲。来，准备，注意手臂啊，基本站姿站好，肩膀肩胛骨夹紧，手臂打开。准备，五、六、七。不错啊，可以。来，我们下面要讲的这支舞呀，是
很中国风的一支小舞蹈，想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风格啊。来，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大家都听过，大家都听过这个叫桃花朵朵开这个音乐。我给大家演示前面一小段啊。非常喜气的一首歌。喜欢吗？这个风格挺喜欢，很好的，有俏皮，还俏皮，也比较简单。然后呢，这个舞呢会加入很多很舒展的动作，一些手臂呀，还有一些腿部的动作呀，对，然后还有一些揉手的动作，很多的基本功在里面，所以对大家这个提高基本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舞蹈。来，我们从第一个动作讲啊。开始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我们是在场内准备，对，然后把你的右脚在后，左脚在前，身体把你的重心放在左脚上，然后把你的手臂打开，身体重心前倾，对，就是准备。然后五六七走的时候先只看脚，一二三四，右前右后，右前右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吧？就是右脚先准备的时候在后，然后开始走的时候出右脚上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看手是开始是先往你的右手边，先往右手边，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往右边走的时候是你的右手的手心向上，左手的手心向下，一二，然后翻过来换左手的手心向上，右手的手心向下，再换，对，等于说两个手，你的两个手手掌是相对的，对，方向是相对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试一下加上腿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右脚前右脚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前右后，右前右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喊拍子，大家试一下啊！还是先往右边来准备，五六，准备的时候右脚在后，对，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再加上一点点，再加上一点点手掌翻的动作，
对，然后手臂尽量动作稍微小一点，是你手掌的动作会大一点。对，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一般中国舞啊，什么古典舞都有手型，那么跳这个肚皮舞的话，手型是什么样的呢？并拢。对，这个动作就是你的手掌，你的四个手指一定要收紧，对，收紧不要张开，收紧，然后你的大拇指放松就好了。对，一，对，二，三，四，好像你还身体往前顶了一下，是吧？对，就是我要下后面再讲的就是，大家先把手和脚协调好了以后，然后看你的身体。身体它是有一个，你的胯会出去，它加了一点点肚皮舞的元素，就是把你的胯顶出去，收回来，顶出去，收回来，等于说你的身体是随着你的胯换了一点点的重心，往前出脚的时候，先把脚出去，然后再把胯出去，最后身体再回来，找找那个感觉。对，先试试，先出脚。然后胯，身体还在后边，最后是身体，等，哎，对，就是一、二、三，对，一、二、三，对，找那个感觉，就是你的身体很放松，然后脚出去，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先不加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对，然后等你的身体很灵活了，然后加上手，一二三四，一二，只有一点点那个小感觉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得很明显，不需要做得很夸张，那个也不好看了，就一点点就好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试一下，来，往右开始啊，来准备，右腿在后，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好，对，非常好。身体稍微幅度再小一点点，不要幅度太大，让人看出来你在故意的去做那个动作就不好看了。稍微再小一点点，然后依然是把你的身体还是。注意的胸拉还是要提起来，不要就把这个忘了，就身体就一跟着晃，你的主心骨就没了。所以还是要把你的胸腰提起来，然后脖子伸长，肩膀还是要落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好，对。然后手也是，手稍微慢一点点，对。这个动作，对，稍微慢一点点。一二三四，二二三，对，稍微慢一点点，对。不错啊，来，我们一起喊拍子，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试一下反方向。反方向是先迈左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前左后，左前左后，加不上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三四，可以吗？来，我们先做右边，然后再做左边。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换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吗？
看大家做一遍啊，先往右，再往左，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准备，往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做胯的时候啊，你看我如果我的眼神在看我的动作的话，我不会把头低下去。大家现在就是大家掌握了那个用你的眼神去看动作的那个要领，但是大家会把头低下去。所以一二三四，一二三，你有一点点的眼神和有一点点的这个叫什么方向就可以了，但不要把头真的低下去。所以身体还是立起来的，只是眼神下去了。一二三，一二三，一样的，一二三，一二三，对，头不要低下去。来，再来一次啊，先右再左，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准备，往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好啊。右边比左边要顺溜一点，左边就是不太顺溜，但是也挺好的。对，然后看这个动作接下去以后，它是中间会叉开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是迈你的左脚出去，先看手是你的右手在后，左手在前。开始的准备动作是把你的右手提起来，左手在前，右手在上，是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姿势。然后是一二，两个手是相对的，右手往上，左手往下。三四的时候换，左手往上，右手往下，然后再换。换过来最后的时候，把右手的手指提起来，两个手的手指都向上，然后身体往下，左往下。对，然后前面这只脚尖点地。再来一次，五六七，准备的时候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一二换，三四，再来，五六七，走，准备，右上左下，一换，三四，可以吗？从这开始，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出左脚，然后手上，一二三四，再来一次，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可以吗？有问题吗？能看见？我这个左手下到哪儿了？看最后的造型，哦，到脸边了，腮边了。哦，对，到你的脸边，然后最后右手在上，对，它的造型就是这样。对。然后你的身体稍微侧一点点，最后因为你的身体是侧身面向观众，然后你的脸偏过来，对，然后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是，还是不管是所有的往下蹲的动作，你的胸腰都要打直的下，不要这样下，直着下，然后，对，看一下，对。
再往，对，手在你的脸的侧边，哎，对，对，非常好，对，然后做一下这个，上下上，对，再来一次，一、二、三，对，再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对，再来一次，准备五六七，走，右上，右下，上，对，再来五六七，走，上，下，上，对，非常好，非常好，来，从这里开始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吗？来，我们听一下那个音乐的节奏，看看。试一下啊。可以吗？来，大家自己做一遍，有问题吗？一个动作做四个，是不是？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马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试一下音乐啊。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准备的姿势。对，肩膀落下去，需要提起来，小腹收起来。准备。走啦。再来一次啊。准备。哎，五六七，走，手，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准备，五六七，走，手臂上下。上，对，不错啊，非常好，喊拍子来一次啊，来，准备动作开始。对，看那个手啊，手是有一点点那个啊，有一点点难度，就是你的手是，你就记住，先是在右边的时候是右手先在上，然后你的两只手永远都是交替的，一个手在上，一个手在下，另外一个手上，这个手就是下。所以开始的那个开始右边的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所以是一、二、三。对，我们之后还会有对面左边的动作，就是左手在上，一、二、三，是一样的。喊拍子来一次啊！对，从开始开始来，
往右，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臂上，对，再来一次，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非常好，加快一点点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非常好。对，上面那个手呀，我看的不是特清楚，上面那个手，你的手是最后的一拍，是把手指立起来的，对，然后下面这个手放在脸侧面，上面的手手指立起来，然后手指放松就好了，对，哎，对，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右脚点地了是吧，右脚脚尖点地，这个时候是左脚，在左脚右手还是左脚吗？对，左手是左脚，那在右手的时候我是点在左腿啊，对呀、啊，所以是左脚出的左脚，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啊，然后你现在换回来，左手在上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点右脚了？啊，你都做到左手了，我们还在右边呢，没讲到左边。那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反面的吗？你都跑到下一个环节了。我就做一个反面的，我还想了一下，反面还没教呢。对，我刚才对。还是我们还在右边的，就是还是出右脚，然后左脚在前，对，往下去，对，来，我们再跟音乐一起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试一下，二三四，出右脚，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二三四，一二三四，可以吗？左边能做得出来吗？应该没问题吧。来，喊拍子试一下啊，从右边开始，来，准备，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手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中间的连接看怎么连，最后的时候在右边的时候，你的左脚在前，最后是这个动作，然后起身直接上左脚，这个时候左脚已经在前面，直接上左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把右脚再上前，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喊拍子啊，来，先从右边，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五六七，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非常好啊，非常好。手臂呀、啊，大家的手臂做的稍微再慢一点点，这个动作是拉长了做，感觉是你在对，感觉是你。拉黏，把你的整个手臂给它像拉那个面条一样，对，给拉着做，不要一下子上去了，不要做的太快，给它有粘性的做，对，要控制你的肌肉来做，对，对，然后看你的手啊，你的手两只手臂是交叉的，同时你的手也是交叉的，你的手不能，对，不能弯下去。对，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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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等于你的手是跟你的手臂是延长的，对，不能分开了。对，一二一二三，打开，一二一二一二，对，对，这样就好看多了，也不要离得太近了，对。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对，太近了就太明显了，不要太故意让人看出来。哎，来，喊拍子从右边开始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手臂又乱了。对，可以啊，非常好。就记住哪一侧身体走的在哪一侧，哪一侧的手臂先往上。所以你在右边的时候，右边的手臂先上；左边的时候，左边的手臂先上。来，稍微快一点拍子啊，来准备往右开始。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非常好啊！来，我们试一下音乐啊，从头。准备。五六七走。来一遍啊，准备的姿势站好，右脚在后，收小腹，胸腰提起来，手臂打开，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啊，非常好。最后的一拍呀、啊，手臂一二三四，最后一拍拉长了，它整个你最后拉起来的那整个这一个整个站了两拍，所以是一二三四
做慢，对，感觉是一个造型，把它做慢了，最后一拍，来一起啊，跟音乐。准备。来，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再跳一遍，然后我们就拉伸，来准备。可以吗？有问题吗？回家练一练这个手，这个手其实不是特别难，但是呢，你要把它做的稍微的有一点点弹性，不要直接上去，尤其是最后一拍，一定要拉长了，做慢了，对，然后有一个造型的感觉，对。来，我们拉伸啊，趁着身体热，一定要把身体拉开。来，还是手臂往上的时候吸气，落下的时候呼气，再来一次往上走，呼气，然后手臂向上，两个手交叉，交叉在你的身体上，然后尽量往你的耳后走，撑一。六七，好，手臂慢慢打开，在你的身后交叉，对，然后把你的肩膀拉下去，把你的脖子伸长，把你的手臂肩膀向下走，好，身体往下，手臂往上，头低下去，好，慢慢起身，把手臂打开，再来一次，蹲下去，起身，呼吸，呼气，好，手臂，把你的手臂画一个圆，撑出去，延长，再来一次，往远出伸，再来一次，往远出伸，肩膀把你的胸腰打开，肩膀向后，好，手臂打开，头抬起来，好，收回来，抱起来，把你的身体抱起来，感觉身前有一个大球，把自己环抱起来，好，打开，再抱起来，打开，好，把身体往下走，慢慢起身，好，好，谢谢大家，有没有问题？